好多粉丝问一包豌豆粉能做多少，看好了足足九碗，就这九大碗都够聚餐了。先把一包豌豆粉倒入锅里，再加入2000克水，充分搅匀，再开火，小火不停地搅拌，煮熟关火，再搅30秒就可以了。倒入大碗里放置凉透，趁这个空咱来调个料汁，凉透后 QQ 弹弹，再用买豌豆粉送的刮刀刮成条，浇上料汁即可。